tired. I'm so tired. That's awesome. That's cool. Cool. The one thing I wanted recorded.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。
不要看好像是才十五岁嘛。我觉得十五岁我都像小大人一样。这样必要何必要这么快？你何必要逼他这么快？没有这个必要吗？迟早会，迟早会，迟早会长大的。你不让他自己开心一点。小孩子根本才这几年就大了，他是天天才会这样。真的。他会听你的话，你才可以有机会跟他培养。太早成熟了，都跑掉了。哎呀，我以前我在年轻，很多人还说我不成熟，说 OK 啊，我喜欢就好了。我刚讲了，我是不成熟了，就我没有要求很多。昨天没有来吗？有，你有来吗？我刚刚被打输了。哦，你有，我有看到你啊。哦，你有看到我吗？我没有看见你。因为我坐在这上面嘛。哦，你为什么不过来打招呼？你这边好像。不想打，我想去看球，安安静静的看球。那你过来打个招呼也可以吧？人太多。但是我昨天是没有看见你儿子打，我就走了。我看你儿子是八点钟的，我七点。快九点了，快九点。那我七点我就走。我来都有看到你啊，后来就没看到了。因为我七点我就走，七点十五快要走，我等不及了。我来了一整天。整天。那我十二点多就到了，一点不到就走。人家一天一个礼拜练几天了？可以。不是，问题是你练完有打练吗？现在打。没有用，练全部我没有打球不去练，打球我就紧张，那没有用。不是已经练够了？但是我现在练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进步，说话还是真的大，因为我可以看见自己有看得到，我就是当然他的 round， 真的是，他最起码我知道有的打了，对，可以，要他，我也可以要他，只要我的队友好，我队友好了的，人家就来，他也要，昨天你也会，那你也会，你就是不敢打。真是辛苦了，你找个年轻的，找老头子，哎呀，找 Raymond 他们还快一点，对不对？没有说我呀，没说我呀，特别专业。我是拿来玩的，我不是拿来什么，我要求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拿来玩的，开心自己觉得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在运动了，不要受伤。对呀、啊，练谁的？练谁比啊？我一定很开心死了。那这样你就看那个新的怎么来讲？接你，不是接你，另外一个，就是接你，就把接你。我是这边，因为我现在我这边高速点，高速点，收手。
不知道，要不好就不讲了。对，客气的，大家都客气。有打有进步，只是你自己的障碍。我打得不好，我不知道。你自己的障碍。不需要的。其他我有自信。我打不好。那种人呢，你也不要跟他。那我们球品不好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也是很重要。一般是我跟他打的，我爱教。球品不好也不错，打了也没有意思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这必要。因为你看我们那个礼拜二、礼拜四这些打，比你差的人多的是，哎，可是他们也不愿意，一来就是打，开心就好。对，所以你也不需要有太大压力。我说啊，我打得不好跟别人打，怎么不需要了？也不是叫你去跟他打，不要有压力。你要跟他们打直接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你抓住那边就对了，对不对？终于抓住了，叫我跟他去分局长，你讲了多久？我他，因为现在我去接他嘛，我们我只要他有动作，用他先，他有动作我帮你，他又跟上我去做，因为他好像要练拳嘛，我们有办法可以。不会了，而且 Raymond 这个人呢，OK， 温温的，跟他爸爸一样，开玩笑。这个是像你的底线，你的这个什么，你的底线。多谢多谢。就是你不发脾气的，没有人好像说你输了一分钟会怎么样，他骂你的脾气。所以啊，我的感觉啊，在球场啊，你看这个打球的脾气啊，各种，你多多少少你可以看得出这个人可不交，这个真的交朋友。
孩子我上了。对，儿子就没有这么听话，老实讲，就是都是说你的孩子。一个孩子一个个性，所各有所长。也不需要这么严格的哦，你一定要好。你说，哎呀，一定要温柔，哎，人家这样就是有个性。你很难，这个没有什么对或错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适不适合，好不好，就这样而已。那你觉得你很好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看，就不一定觉得你好。这种是很主观的，对，你干什么？真的很主观，你觉得好，我不一定觉得好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也不需要太计较。其实对错的东西是不需要太计较的。跟他说他是 trainer， 然后就按照他的规矩，